我们要什么，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争取。我们绝对不能够说等待一些结果从天而降啊。我们设定的一些目标呢，绝对不会因为设定的目标而那个目标就突然间达成。我们必须要有计划，并且要付出相关的行动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一定的那个成果的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我们脑海里面有一些想法，有一些梦想，很想要达到某一些成果的话呢，我们肯定的一定要付出行动去争取回来。所有的成果都是靠我们本身有去争取，有去努力才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。光是想象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幻想，永远都不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成真。假设今天我们有任何的目标，有任何的梦想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从此时此刻安排好我们的行动，大量的付出努力，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成果。绝对不要只是坐在那一边想象，这一个是永远不能够让美梦成真的。